大家平安，我是潘孟安。各位阿公阿嬷、母母、家奴们，记得持续做好防疫。大家宅在家，也记得要运动。这次我们又增加了进阶的课程，陪伴大家健康不间断。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，下午4点半到5点半，准时收看关山平南有线电视3频道，继续动起来。同时要提醒大家，现在虽然是2级警戒，一样要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不群聚、保持社交距离。去据点或文件站，不能忘记防疫哦。好啊好啊，准备要来运动啊，开始。Hello， 电视前面的阿公阿嬷，还有喜欢运动的伙伴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屏东宅在家运动。我们是屏科大健身运动团队。今天跟着我们一起运动的有三位伙伴，我叫做一堆，一大堆的一堆。那旁边这个帅哥教练叫做家峰。Hello。 然后还有今天跟我们一起运动的心宇姐。然后还有这边跟我们一起运动的猪猪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一起在这段时间里面开心安全的来完成我们的运动。运动开始前，请帮我注意一下，你是否已经穿好合适的运动服装。你可以把你的水壶、你的毛巾放到旁边，待会可以擦汗跟喝水。那也请帮我注意一下运动的空间有没有安全。待会我们的课程会在椅子上面进行，所以请你帮我注意一下椅子要牢固哦。如果是有轮子的，可能就要帮我换一下。待会运动的过程中，如果你觉得太累或是强度跟不上，你随时可以停止，因为我们目标是要安全有效的完成运动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。好，我们会先从暖身开始，所以请你坐正，坐正，好，把你的脊椎拉高拉直，好，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头往右边倒，然后肩膀往下压，很好，停留。3、2、1，很好，来慢慢的放下来，换边另外一只手，头起起起豆饼，肩膀一样往下压，你会感觉按骨那边啊，正小块酸酸，小块安安。我们稍微拉伸一下，100分，坐正哦，3、2、1，好，来两只手借我放到肩膀，放在你的肩胛头，往后画大圆。哦，暖身运动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让我们身体主要的关节都有活动开来，并且提高我们的体温，好，让我们待会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更顺畅，不会受伤。我们还有3个，画大圈坐正，2个，最后1个，接下来往前绕大圈。哦，非常好，一百分。猪猪姐还好吗？心宇姐还好哈，注意啦。来，我们还有4个。3，保持呼吸。2，最后1，好，超棒的。所以请你比出2个大拇指，把你的大拇指放在胳肢窝的地方。待会我们要来扭转我们的胸椎，但是请你的肚脐保持在前面。我们一起来吸气，脊椎拉高拉直，吐气往右边转，但是记得你的肚脐还是朝向前面哦。好，来慢慢的回来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吸气，脊椎拉高拉直，换边吐气，换左边转，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，保持呼吸。再一次回到中间，来准备一样，吸气，动作准备好了才开始，吐气往右边，肚脐朝前，你可以试着感受一下，有没有幅度比刚刚再大一点点。一样慢慢回到中间，我们要最后一次了，吸气，胸口拉高拉直，吐气换边转，一样请你保持你的身体朝向前方，停留，慢慢的回到中间。好，请你双手手心朝上，吸气胸口打开挺胸，吐气像跳水一样，手背交叠往下潜下去。OK， 再一次，吸气，胸口开，吐气，往下潜，很好，继续保持这个动作，吸气，胸口打开来，吐气的时候看我的侧边，像跳水一样，圆背，两片肩胛骨打开，最后2次，吸气，吐气，往下潜，100分，最后一次了，吸气，胸口打开。吐气往下潜，呼呼，
好，很棒。接下来一样做好之后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把右脚抬起来，你的手可以扶着椅子，我们把脚伸出去踢直，再一次收回来，哦，让我们的膝关节活动一下，推出去，收回来。我们再做四个，推，慢慢收，肚子要保持用力哦。还有三个，检查一下动作有没有做好，身体有没有坐直。还有两次，慢慢收回来。准备好，最后一个，帮我停在这边，来脚踝转一转，脚踝绕圈，哦，非常好，一样坐正挺胸，很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换边绕圈，哎，很好，换边绕圈，超棒，很好，请你一样继续要坐直哦，坐姿100分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脚收，轻轻放，换边。这次请你左脚往前伸出去，慢慢收回来，再一次往前踢，慢慢收，加油，我们还有四次，一样踢出去，稳定肚子，用力收回来，三个，还好吗？还好。对啦，两个，慢慢收，准备了最后一个，停在这边，脚踝怎么样？绕圈。对，一样让踝关节稍微动一动，待会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。好，大幅度的绕圈，还有三、二、一，换边绕圈。对了，很好。好，让你的脚踝稍微转一转，动一动，一样保持坐正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轻轻把脚收回来，慢慢的放下来。我们刚已经从头到脚哈，快速的把我们主要的关节都稍微活动开来。不过你们有流汗吗？还没流汗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刚有说暖身的时候要让我们的体温提高，所以待会要来让大家稍微流汗一下。待会动作很简单，请你跟我一样，预备之手放在身体的两边。我们要来走路了，速度会从慢的到快的，袂使比我较紧，对外速度，安尼清楚哈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跟着我的速度，准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抬头挺胸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袂使比我较紧哦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肚子要用力，身体没有一直动来动去哦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速度加快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保持这个节奏，有在喘气无？有啦吼，无喘气就点气啊！加油，记得呼吸。如果你觉得太快，你也可以像我们家峰老师一样，照着自己的节奏，跟着我们一起快乐的动也可以吼。你看他照着自己的节奏，也是走得很开心，对不？来，速度再加快一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还好吗？我也喘气不？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再加快一点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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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持微笑，运动是开心的哈。哎，起来卡久哎，进来，公车要跑掉了怎么办？跑去追他，跑起来，开始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哦，有没有很喘？有很喘哦，超级厉害。待会呢，我们会再一次，速度一样从慢的慢慢到快的，一样你可以选择你的强度。如果你觉得太快了，可以跟着我们家峰老师一起来踏步 ，OK 吗？准备好了，轻松踏步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跟散步一样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四周的风景，哦，感受一下今天微风吹来，非常的舒服。可以的话，我们要把速度调快了，像这样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抬头挺胸，保持微笑，加油！可以的话，再加快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肚子要用力哦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还好吗？看嘛，无声，还好吗？再加快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后面有一只狗跑过来，所以要跑起来了。十、九、八，抬头挺胸。六、五、
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啊，有没有好喘？好喘哦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坐正，双手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吸气，吐气，调整你的呼吸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次，大口呼吸，大口吐气。待会我们会像一二三木头人一样，当我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照着自己的速度跑；当我说停，就不能动。这样 OK 吗？了解。我们来练习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停，停了。金鱼姐停，我们就像木头人一样不会动哦。准备好，再一次，开始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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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停。开始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停。要没有声音哦。开始，镜头前的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停？开始，停，加油，开始，停，开始，停。啊，休息，喘一下，喘一下，还好吗？非常好，有感觉流汗了哈，会稍微有一点喘，所以我们的暖身已经带大家把我们的关节活动开来，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心肺，让我们的体温提升了。接下来你可以稍微喝一口水，擦一下汗。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运动。好，我们今天是基础的肌力课程，所以会带着大家把我们的上肢、核心，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卡腿，好好的给它混练起来，好好训练一下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运动喽。请你一样帮我坐直、坐正。好，我们给我一个投降的姿势。好，投降这样子没有诚意，所以投降要打开哦，很好。接下来，帮我把你的门关起来，关门，手用力夹起来，手肘互相靠近。再一次吸气，胸口打开，吐气的时候用力夹，手肘靠近，吸气开，感觉用胸口力气吐气。吸气打开，还有六个，吐气，慢慢做打开，吸气关，慢慢打开，很棒，我们还有最后三个就好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再两个，对了，慢慢打开，最后一个，用力夹起来，吐气打开，有没有感觉胸口有点酸酸的，手臂酸酸的？接下来停在这个动作，我们要把手往上推，慢慢下，吐气往上，这样子就好，慢慢下，继续做。如果你觉得肩膀不舒服，可以往前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慢慢下，再一次往上推，一样，请你要坐正哦，肚子一样要保持用力。我们还有六个。慢慢下来，感觉肩膀手臂有点酸酸的，再来五个，一样要保持呼吸哦，吐气，四个，慢慢下，三个，对了，慢慢下，最后两个，准备，二下，最后一个，往上推，哎呦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哦，会酸吗？有一点，哪里酸？手臂酸，对不对？来捏一捏，按摩一下。好，哪边酸按哪里。好，如果你做完跟我们一样觉得手臂酸，表示你做对了哦。好，接下来上肢结束，我们要来训练我们的 buttock 核心。为什么要训练核心？因为它很重要，它就像是我们的屁沙哦，就像我们的马甲一样。如果它平常都没有在用力，那谁要用力？就变成你的腰，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腰酸背痛，那表示你的肚子都没有出来工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训练它。待会动作操作的时候，请你坐正，你的手可以选择叉腰，也可以扶在椅子上面。请你第一个动作跟着我，把重心稍微往后倾。 OK， 重心往后倾，但是不是做碰翼哦，好，没有这样子哦，背部一样要挺直，也没有碰到椅背。再来，你发现当你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肚子就已经开始在用力了，有吗？你可以摸看看，现在就已经顶 Coco 了，很好。接下来保持这个姿势之后，把你的右脚慢慢的抬起来，身体没有歪哦，
慢慢放下来。哦，换脚试试看，来左脚，一样慢慢放。OK， 还好吗？右脚，一样身体往后倾一点点，慢慢放下来。换边，左脚抬。对了，重点就是要慢。好，我们不要快，我们要做的是品质。哈，慢慢抬起来，轻轻的放下去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脚离开地板的时候，你的稳定性就被挑战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加油，慢慢抬起来，肚子保持用力哦。检查一下你的背有没有塌掉了，记得我们要很直哦，哈，加油，还有最后四个就好了。会酸吗？会哈，来加油，慢慢下，最后左右脚各一次就好了，慢慢放下来，左脚也来一个，轻轻放下来，身体回正，哦。还好吗，猪猪姐？还好，幸运姐还好吗？你们的动作都做得很好哈，所以待会我们还会再挑战一次。这次我们做六下就好，但是我们的速度会比刚才再慢一点点。而要挑战我们核心的控制，好，要训练尽量踢杀。所以准备好，也请你跟着我们在一起，你的手叉腰或者是抓椅子都可以，把你的重心微微的往后，背部一样打直。我们这次只做六个。所以右脚往上停一下才放下来，换左脚一样，肚子用力停一下才放下来，还有四次。对，控制，慢慢稳定的做，保持呼吸，还有三个，轻轻的放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初阶，不会太难，所以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放下来，最后一个了，很好，请你保持这个姿势。接下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哦，跟着我们一起，右脚抬起来，比刚才更难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放下来，换边左脚，这是进阶的动作。再给我右脚一个，好酸哦，慢慢放，保持微笑，加油，剩下左右各一个，右脚一，轻轻下，左脚。慢慢放，好，手放下休息。哦，还好吗？哇塞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们两位大姐今天真的是运动健将，跟着我们一起来运动。接下来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一样坐好，好，一样身体保持直立就好了。待会脚抬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肘要往膝盖的方向靠近，所以会像这样子：右脚抬起来，左手的手肘靠近，慢慢下来，换边。哦，这一次核心训练你会发现，我们腹部的两边哦有感觉在用力，酸酸的，没有错哈、哦。很好，继续右脚左手，慢慢回来，左脚右手，动作要快还是要慢？我们要慢哈、哦，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下都是100分的，所以请你做的时候一样记得要帮我抬头挺胸。对了，左脚也来，最后四个就好，来四个。对了，三个，再来两个，最后的一个，很好，来手下休息一下，是肚子酸对不对？脚也有一点点，很棒。待会啊，我们还会再做一次。那我们这一次啊，哦，一样做的时候停留的时间会再拉长一点点，哦，训练我们的稳定核心的用力。所以如果准备好，我们要来进行再一次喽。把你的手准备好，坐正，右脚左手停住一秒钟才放下来，换边一样，停住一秒钟才放下来，继续咯，吐气，吸气，再一次吐气上来，吸气放松，每一下都要停住一秒钟才可以放下来，继续咯，吐气，很好。如果你觉得很酸，你可以想一点开心的事情哦，你的心情会比较好。运动的时候觉得酸，表示我们在卡温内烂，在储存我们的力量哦，这样子力量才不会流失的太快。我们还有四个，对了，三个，加油，保持微笑，两个快结束了，准备最后一个，啊、哦，手慢慢的放下来。Q， 还好吗？非常好，好，
接下来到这边，我们可以先稍微去擦一个汗，喝一个水，中场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还会再回来，好，针对我们下肢的肌力，好，去做一个训练。OK， 喝水休息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屏东宅在家运动。刚才已经休息喝水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继续要把我们今天主运动的一个重头戏，我们的拿手好菜下肢的训练要开始咯。今天啊，我们会训练大家如何正确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这个过程，所以待会我们就跟着我一起来。所以请你一样调整好你的坐姿，坐正之后，两只手放在大腿上面，跟着我，第一步重心稍微往前一点点，接着屁股离开椅子，然后站起来，脚踩地板，往后坐一样，请你的屁股往后，找到椅子之后再坐正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就开始会有从椅子上站起来了，所以椅子要帮我注意哦，它尽量不要摇晃，要尽量是稳固的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再一次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，脚用力的踩地板，往后坐一样，重心往后，屈髋屈膝，找到椅子，慢慢回来。OK， 做得很好，我们再一次喽，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，往后坐的时候要帮我瞄准一下，找到你的椅子再坐下来哦，不然就直接坐到地板上了。100分，继续喽，往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。往后坐，重心向后，屈髋屈膝，慢慢坐。我们再做三个就好，来三个一样，慢慢的用脚的力气站起来，坐回来一样，要用脚出力哦。很好，还有两个，准备好，重心往前站起来，站的时候屁股记得要夹紧哦，屁股没有留在后面。好，来慢慢坐下来，18分，动作要慢。最后一个，重心往前。屁股离开，脚踩地板，站起来，往后坐一样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坐回来。OK， 都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，刚才我们用手去支撑我们的脚来帮忙做一个辅助，接下来我们就不要依靠手的力量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胸前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对你比较没有安全感，你还是可以选择让你的手来帮忙做一个帮助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来挑战。OK， 准备好一样，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，屁股记得要帮我用力的夹紧哦，坐回来一样，慢慢的坐，很好，100分，再一次，慢慢的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，要帮我注意哦，过程中你的背有没有打直，如果是驼背的话，记得要帮我好好的修正一下，100分的姿势，往后坐一样，慢慢往后，背不要打直，慢慢坐回来。再一个一样，用力的脚站起来，帮我检查膝盖跟脚尖有没有同个方向。往后坐一样，确定我们的背打直，膝盖脚尖同方向，找到椅子，慢慢坐回来。加油，我们还有5次，重心往前，用力站起来，屁股夹，往后坐，动作慢，背部打直，慢慢下来，坐回来，身体回正。还有4个，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吗？加油哦，脚用力踩，往后坐，肚子要保持用力哦，很好，胸口朝向前方。最后3个，慢慢的站起来，往下坐。我们先确保我们前面这个练习大家的动作都是一致的，都是标准的。好，最后2个，站起来，对了，屁股夹紧，慢慢坐回来，膝盖脚尖同方向，找到椅子。最后1个，加油，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，一样，慢慢的坐，慢慢的坐。 OK， 这个动作啊是训练我们的大腿，所以如果你觉得酸了，赶快稍微捏一捏，稍微给它捏一捏，按摩一下。待会啊，我们要来试试看，我们站起来啊，我们会需要快速站起来的能力，这对我们的肌力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有时候因为老化，我们的肌肉开始流失了，你少了这个快速的能力，所以待会我们会来做训练，让你可以快速的站起来，但是坐下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慢慢的来做，安全起见，如果你每一次坐下来都很快就跌下来，可能椅子上有东西或是椅子不稳，你可能就会因此摔倒，
所以待会呢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站起来的时候，请你用比较快的速度站起来，但是坐的时候要慢慢的坐下来。我们一起来练习哦。你一样可以选择手要放在大腿上，或者是你的手要交叉放在胸口，都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强度。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当我说站，我们就直接站起来了。准备站，用比较快的速度就站起来。坐下的时候，请你跟我一起慢慢坐下来。啊，话要讲完才可以坐下来 ，OK 哈。再一次准备，站，快速的站起来，坐下来一样，慢慢坐下来。哦 ，OK 吗？我们再继续挑战哦，来站，一样，慢慢坐下来。哦，你会发现慢慢坐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整个脚跟屁股都同时在用力哦，没有马上放松，所以是很好的训练。再一次站起来，一起来慢慢坐肩，擦膝盖，脚尖下来。哦，最后两次试试看，准备，快速站起来，接着慢慢坐下来。对了，最后一个，准备站起来，慢慢坐下来。 OK， 好，刚看到两位大姐都做的真的是100分。我之前在社区据点啊，带长辈做这项运动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会这样子哦，他会慢慢坐下来。哦，这样是错的哈，掏假包。所以往下坐的过程，我们的膝盖就要微弯了哈，跟着一起往下，这样我们的大腿才会用比较多的力气。待会我们来挑战，我们花7秒钟的时间坐下来，比刚才还要再更长，所以更考验你的肌肉的耐力跟力量咯。 OK， 准备好，预备，站，快速站起来，往下倒数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抓到我们的猪猪姐，7秒钟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好吗？准备好了，来站。快速站起来，倒数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超棒！一样，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膝盖要跟着往后退哦，不是只有敬礼哦，很好。再一次准备，站起来，往下7、6，膝盖弯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在做的时候再提醒大家，你的脚齁只要并在一起，可以稍微打开，膝盖脚尖要同方向，不是只有弯腰，膝盖记得要跟着我们一起往下坐下来。我们再挑战3次就好，准备，快速站起来，往下7、6，膝盖要弯5，对了，4、3、2、1，齁，还有两个咯，准备，快速站起来，慢慢往后坐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，脚很酸对不对？最后一次了，准备，快速站，慢慢的坐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。哦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可以训练我们快速站起来的能力，跟往下坐的时候有足够的缓冲。哦，可以避免伤害，哦，也可以比较安全的练习这个从椅子上站立到坐回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又要再来挑战了，又会再强度要再往上提升一点点，所以请你跟我一样坐姿坐好之后，把你的右脚往前放一小步，哦，往前放一小步。我们接下来少了这个支撑脚，它现在是一个比较不平衡的状态，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坐起来有什么差别。一样，你可以选择手放在大腿，或者是你的手要放在胸前都可以。我们一起来练习，重心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。哦，往后坐的时候一样，重心往后，屈髋屈膝，找到椅子，身体回来。有没有感觉这样子稍微难一点点？哦，有比较累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强度进阶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再一起来挑战看看咯。重心微微往前，屁股离开，站起来，往后坐一样，重心往后，屈髋屈膝，找到你的椅子，安全的坐回来。
很棒。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训练，我们还有六个，一起来咯，准备，慢慢的往上站起来。做的时候一样不要急，慢慢的坐回来，检查你的膝盖脚尖同方向，检查你的背有没有保持直立，有没有顺畅的呼吸。再一次准备站起来。好，你会发现力量主要集中在一只脚上面，所以感觉比较累一点点。慢慢坐下来，我们还有四次哦，请你跟着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往后坐，非常好，慢慢坐下来。再给我三个，准备站起来，感受一下屁股大腿在用力。慢慢坐下来也是，动作要慢哦。一百分做了盖后，加油，我们还有两盖，准备站起来。对咯，倒倒啊，坐回来，同款爱慢，找到你的椅子坐回来。最后几盖啊，加油，准备站起来。很好，巴肚会记爱出来，他才拼出落地，倒倒啊坐落去，倒倒啊坐，慢慢坐回来。哦，脚收回来，脚会酸的，给他捏一捏，按摩一下。哦，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强度。好，等下我们要换边啊，所以赶快请你先坐好。另外一只脚，这个换倒脚，顺位头前。好，赶快你的手你自己决定，你要放在大腿，还是要放在你的胸腔都可以哦。准备好势，坐好正，坐好停，准备，重心往前，脚床离开，站起来。对了，倒倒啊坐，慢慢啊坐，慢慢的坐下来。会记得你的肚子要一直出力哦，加油，再一次倒倒啊站起来。嘿，这个时候倒倒啊坐，慢慢的坐，加油。对了，我们还有六次，还有六次哦，准备站起来，用力站起来，脚床会记得要出力，倒倒啊坐，加油，慢慢的下来。一百分，非常好，继续再五个，站起来。很好，往下坐，慢慢的坐。对了，还有四个够细的，倒倒啊，站起来，慢慢站，往后坐一样，轻轻的，慢慢的坐。最后三个啊，加油，准备八肚出来，卡打头卡，用力站，往后坐，保持稳定，身体不要晃，慢慢下来。最后两个了，好酸哦，加油哦，站起来。慢慢下，轻轻松松的给它完成。最后一个了，保持微笑，面带笑容，站起来啦。一百分，往后坐，赶快咪咪啊笑，轻轻松松坐回来，脚收，紧来卡身个了了。还好吗，猪猪姐？还好吗，星星姐？超级厉害，脚稍微给它捏一捏，按摩一下。哦，你看。在那里，安尼训练你的卡腿，吼，一直安尼背关背低，吼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伫咧处理就会使做啊，在家就可以练习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试，一样，请你坐正，坐好正，坐好，正卡赶快伸出来。这一次我们多加一个动作，帮我把你的脚尖勾起来。一样，脚放在地板上，脚勾起来。脚，猪猪姐，脚帮我收回来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我们在这个动作来试试看，一样，你的手看你要放大腿，也是要放这，也是要比例的都可以。准备了，来站起来。哎，这样比爱心也可以，倒倒啊坐。哦，你会发现好像比刚才又更酸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好。啊，猪猪姐真的比爱心，很好，超级棒。再一次准备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屁股、肚子、核心用力，往下坐，慢慢的坐哦。因为啊，我们这个支点啊，下面的这个底面积又变小了，所以它的不稳定性又增加，所以又是一个更难的挑战。当然，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挑战。如果你觉得太难了，太累嘛，你也可以从前面脚放着，或者脚收回来都可以哈，选择适合你的强度。加油，我们还有六个，准备站起来。用力踩地板上，坐的时候倒倒啊坐，慢慢的下来，八度出来，坐好停，坐好正，加油！再五个，一样踩地板，站起来，要帮我检查哦，屁股有没有夹紧，
坐下来的时候，膝盖脚尖有没有同方向？好，身体有没有歪歪？好，都要帮我调整。再四个就好，加加油，好酸哦，慢慢下来。哎，给它喘气哈，保持呼吸，还有你的笑容。再三个，加油，站起来。倒倒啊，坑，轻轻的放下来。很好，保持呼吸，还有两个，用力站。超级棒，慢慢坐，对了。最后一个，准备站起来。好，轻轻的屁股往后坐，找到椅子，轻轻收下来。脚慢慢收回来，会酸吗？来，稍微捏一捏，按摩一下，还好哈，真的是厉害哈。我们两位大姐平常时拢有在运动，这身体拢足健康诶，吼，所以要跟我们一起运动哦。来，换脚，坐好后坐好正，倒脚往前一点点，一样把你的脚尖勾起来，吼，这是比较强的难度，一样你可以自己来做选择喽。准备好，我们又要一起了。脚用力踩地板，站起来，屁股往后慢慢找到椅子坐下来。这一时阵赶快倒倒啊，这再一次来卡起来。坐的时候要记得找到椅子哦，袂使坐伫头卡，慢慢下来。对了，我们还有六次，够有六盖，准备了，卡起来，好酸哦。加油，屁股夹紧，肚子用力，慢慢往后坐，卡只偏下唇和地。剩下四个，够有四个，赶快卡起来。对了，慢慢往后坐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卡腿混能没给手啊，再三个就好，重心往前站，加油加油，慢慢坐，加油加油。对了，最后两个了，跟我一起用力站起来，非常好，屁股往后慢慢的坐回来，慢慢坐下来。准备最后一个，好酸哦，加油，用力站起来，屁股夹紧，慢慢往后慢慢坐下来。呼，还好吗，猪猪姐？心率计还 OK， 赶快，我脚好酸，赶快按一按，太厉害了，连拢每天我就跳没，不够厉害哎。好，我们的卡兔牙，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上肢哦。手臂的力气，够我们的核心，我们的巴肚，够卡腿，拢甲混练一下哈。我们是初阶的肌力训练，如果你有跟着我们一起做，相信你现在也跟我们一样流了很多汗，觉得脚有一点点的酸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平衡的训练，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完成。一样，请你帮我站起来之后，走到椅子的后面，卡在你的椅子后面，很好。准备好，你可以把你的手哈扶在这个椅背上面，比较安全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动作呢是垫脚尖，所以请你100分的站姿，像是量身高一样，脊椎拉高拉直，翘地翘正。接下来坐回来，逆卡背往上，倒倒啊坑落来，再一次，逆卡背要往上，像量身高一样慢慢下来。重心的改变是很好的平衡训练，一样往上慢慢下，动作一样记得是慢的。再一次往上，像要长高一样慢慢下来，把肚子肌肉出来了。再一次上，对了，慢慢下来，还有六次哦，继续往上，长高长高，慢慢下来。再来五个，一样用力长高，你会感觉小腿有一点酸，慢慢下来，考验你的平衡咯。再来四个，身体没有太多的晃动，慢慢下来。三个，对了，很好，轻松的完成它。我们还有两个， OK， 垫脚尖，逆卡位，慢慢下来。最后几个，两个，两个，慢慢下来，好多做了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很好，轻轻下来。脚会酸吗？稍微踢一踢，动一动，还好吗？在逆卡位的时候，我们重心移到前面，要保持稳定，不要跌倒，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个平衡训练。接下来一样站好，把我们的重心移到一边，移到左脚，请你的右脚轻点地板，
翘好翘正，右脚往侧边抬起来，慢慢下来。再一次哦，抬起来的时候身体没有变这样子哦，身体一样是正的，慢慢放下来，超级棒。再一次，脚侧边慢慢抬起来，慢慢下，肚子保持用力。再一次抬起来，好，只剩一只脚在地板，挑战我们的平衡。再给我六个就好，加油。手可以扶着椅背哈，如果你比较厉害，你可以单手扶。加油，我们还有四个，好酸哦，会酸吗？不会，太厉害了，加油。三个，慢慢下来，身体没有歪一边哦。两个，屁股这边好酸哦。再来，最后一个，轻松放下来。啊，脚动一动，会酸吗？有酸对不对？赶快给它揉一揉。哦，屁股很酸。来回我们要换边了。好，一样，请你先站好，重心移到一只脚，豆咖稍微点地板，这是我们的预备姿。准备好，吐气的时候脚抬起来，吐气，慢慢下来，身体一样保持正的，保持稳的，慢慢下。还有哦，再来往上，慢慢下，有控制的完成它。第四个，对了，面带微笑，较欢喜耶，对了。还有五个咯，五个，慢慢下来，最后四个要倒数了，倒数了，慢慢下，好酸哦，坚持一下。三个，你还在吗？跟我们一起继续，最后的两个，啊，鸟尾，最后一个，好，脚慢慢放下来，啊，稍微动一动，会酸吗？会了哈，真的会酸哈，赶快屁股拍一拍，敲一敲，打一打。好，平衡对我们长辈来讲非常的重要哦。啊，不平衡不好，你可能会跌倒。我们这样子训练，哦，会使让你位啊背起来，背楼梯行路，哦，都更加的稳健，哦，更加的有力量，比较不会累。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加油，跟我们一起一样，手扶着。刚才脚是往侧边抬，这一次身体面向前面，脚往后抬起来。好，一样单脚的动作，慢慢下。再一次脚往后，对了，倒倒啊，扛落来，继续咯，往后。对了，一样做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没有翻开哈，骨盆都是朝向前面的。我们还有六个。对了，肚子收紧，肚子收紧，慢慢下，有控制的完成。五个，一百分啦。微笑咧，四个，卡笑诶，哎，丢了。最后三个，保持稳定，面带笑容。最后两个，慢慢下来，动作还是慢的哦。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赶快放下来，好酸哦，会酸吗？快点，整只脚都给它拍一拍，按摩按摩。最后了，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做完一只脚了，坏消息是我们还有一只，但这是我们今天最后，所以请你准备好100分的站姿，手扶着椅子，一样换脚，左脚往后抬起来，一样提醒大家肚子要用力，慢慢下，身体不要往侧边转了哈，继续慢慢下来。第三个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的完成，轻轻的下来。第四个，抬头挺胸哦，我们还在量身高哦，所以没有驼背。准备第五个，脚往后，你会感觉整个大腿、整个屁股都在用力。第六个了，快结束了，要倒数咯，给我最后三个就好。倒倒啊坑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打起精神来。哦，快结束了。准备最后一个，请你用力。OK， 好，来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一样动一动你的脚，让你的脚稍微放松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比较累的一个平衡训练。最后比较轻松的，我们要练习我们重心的转换。所以回到我们的椅子这边，手请你扶着椅子，跟着我一起来做垫脚尖。接下来请你脚踩地板之后勾脚背。对了，再一次垫脚尖，量身高，
回来的时候勾脚背，哎，很好，再来垫脚尖。我们让这个重心啊从前到后的一个变化，那我们身体一样要保持稳定的来完成垫脚尖，慢慢下来勾脚背。对了，一样慢慢的操作，这个就比较轻松。好，我们来把它完成勾脚背。很好，我们还有最后六个就好，整个平衡的训练就要结束了。来勾脚背，最后五个，慢慢下来。对了对了，肚子一样保持用力。四个，向量身高，慢慢回来，非常好，都很标准啊。再来三个，慢慢回来，打起精神，我们快结束了哈。最后两个，一百分，慢慢的收。最后一个，好，勾脚背。好，请你稍微的活动一下你的脚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从最一开始的暖身，到我们快速走路的一个心肺训练，还有我们上肢、核心、下肢的整个肌力训练，到我们刚才所完成的，不管是垫脚尖的这个重心训练，或者是单脚的侧抬腿，只剩单脚的这个平衡练习，大家都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最后，请你再去补充一下水分，擦个汗，稍微休息一下，那我们再回来进行最后的一个缓和训练，放松一下我们今天所训练的这些肌群。OK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喝个水。好，欢迎回来，屏东宅在家运动，我是家峰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缓和运动。好，我们要来放松一下我们刚刚运动所用到的那些紧绷的肌肉哈。好，来，大家双手借给我，先做三个深呼吸，吸气。好，吐气，很好，这两个来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来，右手借给我往上升，哦，尽量的往上升，去摸天上的天花板，摸不到没有关系，好，往上升的同时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另外一只手可以扶着你的椅子，感受一下你侧边的肌群有被拉伸到的感觉。注意注意，要保持正常的呼吸哦。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换边，慢慢的把你的右手往下放，来左手往上伸，摸天花板。好，再慢慢的往你的右边走。保持正常呼吸，不驼背，很好，很好哦，就是这样子。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将你的左手慢慢的往下放。好，来，双手借给我，你的五指交叉往前抱大圆，往前推出去，背部做一点驼背的动作，像我一样。对，推出去，记得保持正常呼吸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上背部的肌群有点紧绷感，代表你做对了，很好，继续保持顺畅呼吸。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来，一样，双手借给我。这次我们要往后，一样，五指交叉，往后。好，抬头挺胸，你的手可以稍微往上带，你会觉得到你的胸部有稍微紧绷感觉。如果有出现这个感觉，代表是你做对了，很好，继续维持，继续保持，还有你的呼吸，不要忘了。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要换到我们下肢，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下肢动作哈，然后接下来你的右脚借给我，往前伸，往下放，注意你的膝盖要打直，脚尖往上，双手放在我们的大腿上，一样，深呼吸，抬头挺胸，背部打直，吸气之后吐气，慢慢的往下走，注意哦，背部不驼背，一样都是保持背部打直的哦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继续保持。检查一下你的脚尖有没有往上，膝盖有没有打直，下去到你不能再下去的地方就稍微停留哦，不要勉强，
维持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来慢慢的把你的右脚给往回收，100分，来换左脚，往前往下放，脚线一样朝上，膝盖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打直，双手放在我们大腿上，来深呼吸，抬头挺胸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下，肚脐去朝大腿。好，下去到不能下去的地方就停，停留，不勉强哦。注意背部打直哦，膝盖也要打直，脚尖往上翘。你会觉得到你的大腿后侧连接到小腿的位置有点紧绷的感觉，代表你做对咯，很好，继续维持，顺畅呼吸，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来慢慢的起身，将你的左脚往回收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去拉伸我们的臀部的位置，我们做一个翘脚的动作，来右脚往上翘。那如果翘不起来的长辈们，你们可以把脚放在地板上交叉，也是可以的哦。好，一样，抬头挺胸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往下走，肚脐去找大腿的位置，注意背部一样不驼背哦。这时候你会觉得到你的大屁股侧边有点紧绷感觉，代表你做对咯，维持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起身，将你的右脚往下放。好，接下来换左脚，往上抬，翘脚，一样保持挺胸，来，先深呼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正前方走，一样背部不驼背，肚脐去找大腿的位置，感受一下你的臀部外侧有没有紧紧的酸酸的感觉，很好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子，维持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来慢慢的起身，来将你的左脚给往下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身体转到我们的右边，转到右侧，椅子不动，动身体就好咯。好，我们一只手扶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把我们的左脚的脚踝给带上来，去伸展一下我们大腿的前侧，抓鞋子也可以，好，抓脚踝也可以，注意一下膝盖是朝地板哦，地板的位置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有点紧紧酸酸的感觉，代表你做对咯，很好，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来慢慢的往下放。接下来我们转到另外一边，一样，一只手先扶在椅背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可以抓着你的右边的脚踝，往屁股的方向拉，感受一下你的大腿前侧被拉伸的感觉，注意你的身体一样不驼背哦，我们的一样是保持抬头挺胸的哦，很好，100分，继续维持五秒钟，你的呼吸继续保持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来慢慢的往下放，来这样的身体给转到正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右脚稍微抬起来，我们去踢一下你的左脚，去踢一下你右边的小腿，放松一下小腿的位置，刚刚我们有做垫脚尖的动作，很好，踢一踢。好，来换边，100分哦，保持放松，跟着我们的轻音乐，想象自己在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非常的舒服，很好，100分。好，慢慢的将你的双脚往下放。好，那谢谢在电视机前面的观看的阿公阿嬷，还有一些好朋友们观看我们这个屏东宅在家运动这个节目，然后也谢谢今天我们的运动伙伴竹竹姐，跟我们的心宇姐，还有我们的一堆老师。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跟大家见面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